黄晓明、谢明学风波，赵薇晒两人素颜合照声援，两人的情商对比鲜明。这段时间黄晓明可是被网友们骂惨了。可是就在昨天，中餐厅的前任店长赵薇在自己的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了一组跟黄晓明的合照，看到这样的赵店长，网友们都忍不住为他点赞。前任店长情商真高，从赵薇晒出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跟黄晓明穿着同样的衣服，有黑色还有白色。第二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赵薇是素颜的，她双手抱着一条腿，跟黄晓明紧紧地挨在一起，显得十分放松。但是她那种霸气侧漏的气质是无法磨灭的，就连上一任店长都来给黄晓明洗白了，也希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会看到不一样的黄店长。